好，所以我们刚刚知道这个玻尿酸、水凝胶，还有一个什么胶原蛋白，哎，这三个是我们这个好像必备良品，就是我们救星，女人的救星。对对对，没错。所以现代医学美容进步真的是蛮神速的。院长刚还透露一个现代医学的新知，就是说以后如果什么胶原蛋白啊，或者是玻尿酸打错位置，或是位置不理想的时候，直接用溶的，这样比较好啊。对对对，以后这个问题就对，最主要因为他们比较天然，所以医学越来越进步，会越来越好。好，那这张图呢？哎，请院长来告诉我们，什么叫做御夫虎夫有术啊？我们看到这个妙龄女子呢，古代的妙龄女子坐在一个老虎上面。通常现在是全球的话，老虎只剩下五个系列，五个亚系列了哈。那这个一个美女，这个女生她竟然可以驾驭这个老虎，这不是不可能，当然可以靠养的啦，哈，可以靠养的哈。但是基本上哈，虎跟老虎的虎的发音跟这个皮肤的肤，皮肤如果好的话，是所谓的皮肤好，白硬高税嘛哈，一白遮三丑嘛哈。那如果说你皮肤好，五官好嘞，通常你对于这种哈。经营自己皮肤有数，反过来经营夫妻关系你也有数，所以你驾驭老公赢家了，你是赢家。了解，老公领的钱你来帮他经营管理，自己领的钱自己保管，自己保养，因为你领钱不多嘛，那你的不多累积下来你就很多嘛。西元1888年是。这个图是西元1888年哦，所谓的泥田石，他当时画这个图的时候，竟然是把美女跟老虎，这一个是虎虎生风，那一个是温柔美丽，竟然把它结合在一起，很特别。所以我们他驾驭老虎，他驾驭老虎。对，那我们当老虎在下面也蛮可怜的。不会，他很喜欢啊，他很喜欢，他可能很喜欢，他因为很高兴，他看了美女啊，对啊对啊，看了美女，对啦，动物世界他也看得懂。动物世界有时候那种互动吼，某些互动他也看得懂，说什么他喜欢看的，没错，动物也懂得审美观。有一些，所以换句话说呢，追根究底还是这个保养皮肤很重要，对吧？对，哈，还是保养皮肤重要，所以就可以御夫、御虎、御夫都有数，都有数，对，好，我们大家都有希望。好，那我们男生就在下面了。来，那院长这边呢，我们刚刚讲过胶原蛋白啊，等等等等。那如果我们地心引力要抵抗它的话，有时候脸会松垮垂，要抵抗地心引力怎么办？现在哦，我们每个人面临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长寿命。那你既然长寿命规定，你就是有人说啊，我活到70岁，你说啊，我年龄已经大了，我说很对不起哦，你现在才开始，因为你不小心活到100岁啊，所以祝贺人家生日快乐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说长寿百岁，对，长命百岁，因为人家可能120啦，因为那个120真的是这样哈，了了，真的，而且90几岁的在活动的在走路的很多很多哈，但每个人的体质各自来努力的哈，但是我们只要松垮垂的时候，最主要是什么？跟自己比输自己输太多了，对，因为你精气神在眼神，皮把嘴弄碎，皮呀把酒嘴弄碎，结果你太松垮垂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改变回来，变小脸，变回来，那小脸就是变年轻的，变成你拉回从前，直接拉回从前，20-30岁，有可能这拉回从前。对，那院长，我们刚刚有讲是填补的方法嘛？对，那您也有暗示一下说，其实可以用拉的，比如说我们照镜子用那个用照脸的时候啊，用手拉一拉，比这个二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那这个是不是反过来是用拉皮的方法？第二个方法。所以填的话我们以核心在中间这个地方为主，这是刚刚我们介绍的填的这个力量就很够了，中间的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等到你60-70岁的时候，甚至你的脸型输给以前输太多，因为我们都往下降嘛，对，往下降的时候，大家请看这个角度原则上都有点向上45度，对啊，基本上都是以45度或60度、45度、35度，结果都是以核心的。45度拉，很有趣哦！你看股票大涨的时候哈，它的角度都是喷出，45度喷出，术语喷出，对对对哈，基本上都是向上45度。对，所以假设如果你能够向上45度，像刚刚那个您刚刚拉的时候，对我也是要向上拉，四十五度啊，往上拉。所以现在你拉得到，你手拉得到的，就是科技上做得到的。可以拉45度。而且有一点现在进步的到就是说，你改善的时候，包括你的颈部。
哦，颈部也可以，连脖子都颈部四十五度拉，对，颈部拉，拉得到。你直接的颈部这个问题的松弛，包括你的肌脖子，嗯，那有一个国外来的客户哈的民众啊，他说，我说，哎，你长了肌脖子，他说院长很对不起哦。我不是，我是鸵鸟脖子，鸵鸟更严重，更严重，对，更严重。因为鸵鸟很多在年纪轻的时候就已经是相对的哈，垂下来了。我说不要这样讲，因为你鹅蛋年哦老得快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你可能只要花个一个小时，我们把多出来的皮肤把它拿掉，所以填补跟拉皮可以并进啊，对，填补大概花十分钟吧，哈。对，那我们如果哎，我们把它去掉好了。好，如果你要把它修整这个问题呢，你可能花六十年长这些皱纹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可能花六十分钟来解决你的困难。这个是动手术了，是不是？这动手术，动手术了，然后把它隐藏在头发里面。藏在头发里面，头发耳朵前后隐藏在你看不到的地方。当然，我们还有一个角度，比如说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哦，这样子，也可以在那里。对，那是把皮肤多的皮肤剪掉，多出来的皮肤把它剪掉就好了。剪掉，对，这样子。好，那大约是剪多少？那就要看个人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个举个实例。那院长，这两个是同一个人吗？他这个是同一个人的哈，那因为他有工作上的需要，因为以前他是家乐小姐哈，家乐小姐，家乐小姐，但是他有需要，那因为他在职场上做得不错哈，他网络上他做得不错，那他有一次参加一个亚太影展的时候，他特别需要漂亮，所以他就说专程来治疗。那当时他就事先把这个问题解决，说啊，我一定要特别好，因为我接待的都是那个画家，不能输画家输太多，对对对，所以他就做。第一个是眼睛做所谓的四十五度哦，看得出来往上拉有啊，有做，有拉皮，眼睛其实是第一名了哈，我讲的是第三名的，对啊，对，第三名也变小了，第二名是从这个叫第二名啊，眼睛是全部的第一名，就假设一个人要用，我们把它去掉哈，来 ，end 把你，这个叫第三名。对，第三名做完的时候，假设有考虑是二跟一，二一，所以他把第三名跟第二名的交代给什么？交代给用填补的，他完全没有开刀。哦，这样子哈，是完全没有开刀哈，完全没有开刀哈。厉害厉害。然后呢，最重要是最难的，其实不是最难，是最精准的部位呢，他用手术的治疗。啊，眼睛这边呢？眼睛周边。眼睛周边的话。眼睛开刀的话是，其实它这个开刀是一定要是向上开，那向上开的时候，通常我们都向下开嘛，对。那它有割双眼皮吗？还是没有？它内双。内。那你上下向下的话，通常都是往下都是四十五度。这样更可以啊。那我们把它去掉哈。好。我们来一个往上四十五度。那有人说，你往下四十五度，往上四十五度会不会搞到变成说后来变成说所谓的凤眼？对。没有啦，凤眼只有一天，第二天一定是龙眼。哦，这样一天掉下来，一天变凤眼，第二天就如果你真的能够凤眼，也不错，所以做出来以后，这个大概等于一两个月的照片了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有差二十岁，真的，这很像妈妈了哈，所以很难想象，就是说。当年你可能长得很美，可是你不知不觉中输以前输太大，不知不觉就改变了。对，但是他职场上他真的要找回尊严，现在就回去了。这个大概可能大学，你看脸下巴都下巴都出来了，哎，对，没有特别做下巴，没有，那纯粹用打针的啊，他纯粹用对打针，对打针，这样打针，这样打针，然后这个地方拉的时候就直接把脸往上拉，直接往上拉，就开眼镜而已。那这样，嘉乐小姐参加亚太影展，艳光四射，终于不输人，对，终于不输人了，对啊，找回尊严了。尊严，要不然有一样。对对对，真的找回尊严了哈，自己也开心快乐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讲皮肤的问题哈。那皮肤，我们冬季皮肤因为冬天嘛，总觉得真的是蛮干燥的。对，那如果我们有是干燥皮肤，还有敏感皮肤，还有有小细纹，还有暗沉的话，院长究竟要怎么办呢？这个就不是拉皮了，这个是不是电波拉皮吗？是不是用电波的？这个用雷射比较直接啊，雷射。其实最大问题啊，我们把它淡化掉。其实最大问题是暗沉，因为你好多暗沉的问题，你可能皮肤很白，可是你就输你的耳朵、输你的颈部跟胸部，所以你的暗沉如果能够解决你的暗沉的话，换句话说，这些问题都一并解决。哦，对，因为暗沉就是卡的，就是说你皮肤白白的、白里透暗沉嘛，我们只要把暗沉的地方解决呢，你这些个什么敏感啊、细纹啊，甚至所谓的干燥脱皮的。修整都是从这一种整个皮肤来修整，那这个地方的治疗改善暗沉，就是等于改善你的细纹、泛红跟皮肤敏感。那雷射是不是有很多种？对啊，雷射这个几种可以用联合疗法。哦，对，要用简单的，就外表的黑，
我们用去黑的雷射，中间的暗沉你做美白型的，里面的红就美白型。退红型的雷射用联合疗法就好了，大概花十分钟就解决了啊！真的，这么快哈！而且现在的科技是概念正确，比如说我们讲的是战术成功，设备好，然后战略成功是用雷射比较没有修复期。那第三个是什么？比战术战略更厉害的叫根基。你根基把它打好，你根基打好了之后，你就不会色素沉淀，你就会相对的变。历久弥新，而且你皮肤好，一百遮三丑嘛，皮肤好人就变美了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在现在医容美学医学美容里面，我们很多脸部的问题其实都有对策的，哈，有的是填补，有的是拉皮，哈，有的是雷射，对不对？有的是电波拉皮，对不对？哈，来，院长再来请教您哈，那这个我们在冬季皮肤如果又痒又红怎么办？这个叫做敏感退红，是不是也是雷射？通常敏感退红是哦，白天不懂夜的黑，我看你很漂亮，你看自己很敏感，这样。那现在我们配合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用雷射来改善你的这个青痘问题，雷射红鼻头的问题，血丝，这个都是雷射就可以。对，红痘疤，甚至刚刚讲暗沉啊、干斑啊这些来治疗。还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说，假设你接吻之后，你要怕留下印记哦。啊，这个也可以啊。种草莓都要去打雷射。种草莓啊。你种草莓以后呢，我们尽量的赶快等它加速吧。那我们打了以后，它多久可以退啊？最快的应该设定一天吧。本来种草莓要一个礼拜才退啊。你有经验的。没有，不小心说出来。